您了看看，满街衣裳支起了锅灶，许多的厨师啊围在两边，放上上等的鲜米饭，虾仁火腿全都放在里边，为的是自己旅游把钱赚，请来了吉尼斯的认证机关。这米饭炒完了，运上车送到垃圾站了。哦，有一群老母猪啊等着用餐了。哎，哦，有一群老母猪来用餐，围观的人们可不干，当时就要把脸翻，想起来贫困的人民吃不上饭，想起来闹饥荒的那些年，想起来辛勤劳苦的庄稼汉，想起来锄禾日当午的诗一篇。这吉尼斯的也连忙就摇头走了。说这畜牧业与我们也不相干了。哎，这吉尼斯跟养猪是不相干，领导急得团团转，没想到一招走错算是玩完。这时候旁边走过来了人一个，走过来笑容满面的饲养员，叫声领导您了别难过了。那什么吉尼斯不是不带咱们玩吗？这世界猪饲料大赛咱准进前三。